我们继续来观看樊振东对战周启豪，双方来到第三局的较量。樊振东已经赢下了两局，白短摆在小三角的位置。反手推直线，2-2。这板球呢确实精彩，但是周启豪也是腿上有伤病，上步根本来不及。短，广东队叫了暂停。周启豪也是不断的为自己加油。反手快撕，5-2。7-2。樊振东发球，回球失误了。樊振东再得一分，8-4。感觉呢，周启豪双腿明显是发不上力。白短，9-4。9-5。
5-9。吴启豪又追了一分，完赢，樊振东拿到第三局局点。6-6，这样呢是3-0战胜了周启豪，先赢下了一盘。